你是认为你开玩笑？对啊，那个局长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市长啊，有一个嫌疑犯，对对，气毒啊，那个陈局长是很知足啊，大力的要求我们在做了哈。旁边有个嫌疑犯，自己都承认他吸烟，下去以后你给他验尿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就给他分清乐界。就整堂无聊的。你吃什么好料？你买贵哦。你用高调，咱也得。吃俺那一大面，快点。吃俺那一大面，快点。吃俺那一大面，快点。他那上面什么都乱掉。前言后语，后文，你人家只在，他在一直在问我说你到底吃什么？说没有，那我吃什么东西？他就一直问他有啊，你以前让我看波，我也在就很无聊说啊，安那一大面。人家叫你看波，所以你就提出你的撇波嘛。没有了，就跟他开玩笑。对不对？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，你今天的身份，你是一个市长，你到台中市，哪怕是一个所谓的私下的谈话，但是今天我们的局长站在你旁边，我们台北市的议会的议员也对于所谓的吸烟吸毒、校园吸毒等等，我们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切，但是你今天做了最坏的示范。不会啦，我跟你讲哦，弄完有时候是弄完这这个是这样的，关起门来大家在开玩笑，什么话都有啊。那但是我觉得那个是很私底下，那你下次关起门来的时候，你还是要谨言慎行，否则的话，以你这样的身份讲这样的话，你还曾经是医生，对不对？我们对于一个市长的发言，我们当然是要用一个比较高的标准，更何况你这句话透过媒体出去。没有，我倒觉得是这样的啊。你在鼓励大家吸烟吗，市长？我在问你。没有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常常是这样啊，听人也知道我在开玩笑。啊，你要这样写，我又觉得你实在是太有目的了。你是认为你开玩笑？对啊。那个局长啊。不好意思，那个市长啊，对对，气毒啊，那个是很知足啊，大力的要求我们在做了哈，不会。什么？你再讲一遍。所以，气就是抓毒抓毒速毒了。旁边有个嫌疑犯，自己都。下去以后，你给他验尿。如果有的话，你就给他分清乐界；没有的话，你就妨碍公务治他，可以吗？哦，他妈说这些，可不可以啊？局长这边定下亲啊？请回答。我的时间有限啊，时间暂停。这个我要继续回答。前因后果我们会了解的哈。那你等一下就带下去验尿，这个好不好？没有的话。市长绝对哈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要有 guts 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这做这个病哦，你实在是有影想到头。